梦梦别啊，别乱来啊！梦梦上，不要啊！加油！这是地雷还是什么？哦，闪光弹。敌人的红圈，敌人红圈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很讨厌这个瘟疫蜘蛛哎、欸！批准开炸，开啊！开！开哪里啊？你开！操！啊，盾啊，盾啊！你超快吃啊、哦！要省啊、哦！要死了、哦！呜呼！蜘蛛不要走啊！你还走？不吃啊！杰克很挑，很挑啊！不好看的他不穿、嗯。什么东西？衣服啊！我衣服都只挑黑的跟白的而已、啊。有没有黑护士服？黑护士服或是黑色白色女仆装嘛？对对对对对。啊！啊！懂了。是不是？懂。杰克懂穿。帮我挑啊！问他。杰克懂穿。真的，好懂啊！谁说不能一百配？范围的了吧？哦，还不是。别过来！等一下，我吃个。哎、欸，你可以。我被射了。嗯啊，后面。后面来了。杰克，你可以决定你要继续开还是要休息了。嗯，什么东西？继续开什么？十点啦、啊，十点啦、啊，你还想？现在还没找啦、啊。哦，那就十二点了、哦。对，好，我们说好的了哦。好，说好的，说好的喽。说谎要穿一千套衣服哦。要一千套衣服吗？吞针太简单了。吞针吗？啊，你要吞针哦，好啊，你要吞，好好，那你吞针吧，你吞针吧。吞针跟穿衣服，你选一个。我觉得他真的会选穿衣服啦。穿衣服小事。他们到底选穿衣服吧？所以啊，我帮你穿衣，我帮你选穿衣服，你一直要选吞针啊，最后选穿衣服。好累哦。很累哈、哦。啊，快蹲了，快蹲了。说穿衣服很累还是吞针很累？都很累。不是啊，这是就是要遵守信用啊。啊有痛。我发现瘟疫的怪好像不太容易断招哎、欸。对啊。特别硬的感觉。作为国家御用制装师，帮国王准备衣服是正常的，对啊。没有。哎、欸，哪天要来一套国王的新衣吗？哎、欸，上面有东西，回来。好，等一下，我这里先拿亮亮。哇，杰克说好哎、欸。我说好拿那个亮亮。哦。国王的新衣，好。没有。我们需要制装师。哎、欸，雅思你想干嘛？哦，还有一个选项是吞衣服哎、欸，对耶，吞衣服，哇，你要吞一千套衣服，那一个你很饱哦，哇，超饱哎、欸，今天来一点女仆口味的好了，太大哦，好，啊、算了，没大。你为什么骗人？你为什么要说谎？你为什么爱说谎？你说那本书吗？哎、欸，真的是国啊、哦，也不是这样表达。统治者为什么爱说谎？杰克国王哎、欸，国王就是、啊、国王就是爱说谎。就当国王的都爱说谎啊。国王觉得杰克觉得心很累。哇，下面有好多东西哦，有箱子又有箱子，然后后面好多只小 boss 哦，要不要走人啊？可是有箱子哎、欸，
好，你可以走，你可以走，你不要开。好，我开，我开，我开。说要走又不走，满等了，可以走喽。开箱子，好诶、欸，有票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真的走了，真的走了。哎、欸，有人核心诶、欸，哪里？核心蛋诶、欸。哪里？哪里？哦，上面啊、哦！上面，在上面。等下，下面先打完。上面这个打蛋又打，就这么多怪很难打。来了，他不开了，他出来了，太接近了，太接近了，他开了。先跑，先跑。来、哦，开盾哦！靠近，靠近，靠近，开盾。哎、欸，怎么有人在这里？不要站太近哦！哎呦，他想干嘛？招瘟疫！招小怪！跑起来哦，跑起来哦！啊！我说他节操，你的点法是跟我一样啊！哇，你们那管太大管了吧？出啊！杰克的最爱，又大又粗吗？的女仆装，不是我啊，又大又粗的女仆装。打针哦，打针哦！啊，十五个碎片哎！阿公吃饭，我、哦、靠，你还可以先捡东西哦，你不打一打的哦？嗯、没有，我边打边捡啊，嗯、按着 F 5而已、嗯。真的啦，嗯。嗯，要休息的早点休息。设计样式什么时候可以为我们开个会？哦，雅思哦，哎、欸，其实我真的很庆幸他们不敢这样对我、欸，哎，我真的觉得是你们人太好、欸，哎。太好讲话吗？对啊，真的是心里不要，但是嘴巴笑笑哎、欸。哦，普通蜘蛛可以可以可以。哎呦！哎呦！有特色弓箭啊！在后面，在后面。不吃啊、哦！我只是看还，嗯，还有是要开门的吗？还是？欸、走，这一定是走到室外。好棒哦，晒太阳哎！哦，哇！你们不知道说你们开那招会累个哎！我刚刚就是想说试试看。结果就那个了。对，因为其实刚刚有稍微卡，我想说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箱子？哎呦，效能杀手。嗯，这招天赋的流派叫效能杀手。其实还好哎、欸，就看怪吧，怪多的话。嗯。欸、后面要出大只的，救人救人救人。我这边也有点，你先你带上来，你带上来。抓到、哦！来哦，开盾哦！来了，集中了，开盾哦！哈哈哈！哈哦哦哦！觉得这个是在学团团笑、啊。哦哦哦！团团笑应该要再更狂妄一点吧？要求贵哦！要求贵哦！要求哦！一直来、欸，打不完哎、欸！巨大的，哎呦，被撞飞了！啊，凶！吃，嗯，吃到了。啊，换我看不到伤害了。我也看不到，我也看不到，有打没伤害。
走走走走走。 去往前吗？看一下。哦，这里有门，看到门了，看到门了，在我这。下面，解抄下来，解抄下来。哦，不是我技能卡了哦，就是这边，这边太夸张了。对。我先偷开门，把门开了。 好了，第二阶段了。摧毁晶体。哇，被直接撞飞。这个晶体在哪里？在底下吗？底下没看到晶体耶。要逛一下吧。还在下一张地图啊？往下啊？往下走看吧。往上，往左，然后再往上绕下去吧。好。中间通道那边开大，感觉很爽啊。 我一直扣大，不敢开，就是怕随时遇到一种很难打的。然后隔壁太多弓箭手了吧？先往隔壁。往隔壁走了。哦、对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。 没看到晶体，哦，蜘蛛先打掉，蜘蛛，翘死你！因为他那时候介绍，就是你那个隐身的那个，我说杰克那一招，嗯，他我以为是来那种类似活斗的伤害，找到了。 就是被走进去就有这个伤害，我以为是活斗啊，啊没想到是这么帅啊！太多了、哦，好。然后后面还是弓箭手在偷射，偷射嘞，射了。 哎呦，对不起！哦，又聚集过来一堆大只的。哦哦哦，我盾还没好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哇，直接只剩残血。 中间水晶了，我要站着打，隐形打。最后开个盾，要休息了，晚安。还是20个，20个，固定的吧？嗯。 哦，节操，他开很多次那个阿丘，嗯，都舍不得开。 达到100万呢、欸，111。昨天我断线，你又达到100万啊？对啊。啊、嗯。看一下啊。6662。啊。
六九，六十三，当电，千抽，四千，反弹35%的伤害，哦，好像不错哦。哦，这个好像不错。面对 S 级敌人，您的基本伤害提升40%。哦，那这个是改护，等下换抽武器了。OK， 看一下，我进错人的了。哈，你进到谁的？切糟的，等一下哦。减少伤害。嗯，还是换这把锤子比较好用。我先下去一下。好，等你。那我下去拿个东西好了。去，快，去。反正看过一堆粪座，我已经没什么好担心了。什么粪座？魔兽师传说是说动画吗？还是什么？嗯，漫画没看过。嗯，这里40个碎片。碎片能不能往上合啊？对，看看，看一下哦。冲击后获得，使用相位冲击击杀敌人后，获得一次冲刺机会。击杀敌人时会有额外战利品。嗯，看看这个，快乐，嗨，哦，额外生命500点，好像没什么用，没有，嗯。护天线，哇！剩下这个机会，看能不能抽到水晶关卡。没有水晶关卡，就要玩别的了。没有，没有水晶关卡。嗯，现在平均几点啦，大家？51，其实武器拿太低等啦。51等，所以大概50等，55等，好，55等，往上推10等，我们打65等。然后这他快重置，等1分钟好了，好，再等1分钟，看一下他重置之后有没有瘟疫关。嗯，等他一下。改小一点好了，宽度高度。
300。 这样，我先调个聊天室哈。调。好了，十秒，能不能洗出个瘟疫关呢？出没有？好，35等关卡。哦，两个金色关卡、欸。嗯，金色关卡要90等。嗯，先等人都回来吧。好。哎咻，瘟疫关不是，可恶。下面呢？瘟疫不是。左上角，瘟疫不是，左下瘟疫，哎、欸，都不出瘟疫关了、欸。QQ， 如果再没有的话，就真的只能打一般关卡了。嗯，有看七月新番吗？还没有认真去追，还没有认真去追，还在看。有推荐什么好看的吗？嗯，有推荐什么七月新番好看的吗？有听说有几部还蛮强的吗？哪几部啊？我是还没认真去看，只看我每次都是看到鬼鬼那边那个分享，他说 好像蛮强的。遭难哦，遭难是蛮有趣的啦。哎呦，魔术学姐，魔术学姐是很呛的，不是吗？我看巴哈那个动画风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有那个预告或是广告，就有时候看魔术学姐。哦，白痴哦，怎么了？他加赖啦，他不会用啦，跑来问我。什么东西加赖？啊，我家人要加赖啦。哦。哎、欸，我加完我的之后说他的也要顺便。哦。顺便一下啦，没有，就两个老人，他们不会互相加，叫我帮忙，然后加完之后又要加其他有的没的东西，就说。反正就是等于是透过，比如说哈，那就是团团陨月跟哈基他们两个要互相加，要透过我，哎、欸，啊你们好不容易加完之后又要找我要杰克的电话，太累了。很累啊，就越绕啊，就他们不会自己加，然后就要经过第二手来帮忙加起来。对啊，平凡职业从第二集开始比较好看。平凡职业吗？有玩过？没有。没有动漫。这关不是瘟疫关了，因为没有瘟疫关可以选。我靠！我看个东西怎么一大堆啊？后面很多怪、啊。对，而且怎么这一关是不是等级很高、啊？60等吗？我忘记了。我打我选一个，我打的怪伤害都打不动，稍微低耶、欸。对啊，你打不动吗？你应该开到70-80的了吧？我忘记，我记得刚刚开60的吧？60我一定打得动啊。我打的是100多啊，还我打是输出蛮正常的。我就说武器吧，我武器拿30几等的。推荐等级，推荐等级70。嗯，他也不会说到太低啊，没关系啊，就走啊。好啊。哦、好。
亮亮。哦哦、啊，我的脚哦，我脚趾头被亮亮打到了。我砍不动了，完了，我只能靠你们打了。你输出要靠我们打，不行。输出要靠我砍出来三十几滴啊！我打出来二十八滴呢。哦，要打吗？还是跳好了啊？跳吧，跳吧。对啊，打不动，被打很痛。哎、欸，好了，可以跳了，捡到亮亮了。70，我按到70等的吗？刘洋杰克多少啊？51而已啊。哎、欸，低等的瘟疫官有那个吗？没有，那个瘟疫的东西要35以上才有。啊，所以低等的没有。对。哇？现在还是没有吗？现在没有瘟疫官，现在有的就是一般的关卡跟 boss 关，欸、要打30金，可是金关卡我这边没看到啊，30金关卡没有吗？那你来我这好了，好来啊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这个关卡没有限时？金关卡它限时不会写出来哦。感谢四种的礼物。很大的跟我说、哦，我进来了。帮我看一下节操来了没？还没。好，杰克到了，升节操。杰克，在忙。好的。打开台哦！打开台哦！抱歉。再不追随我们台啊！哎、欸，节操来了没啊？节操来了没啊？节操来了。好，好了。11哦，哦，难怪刚杰克差19等，他打不动，等级差太多了。哎呦，杰克升等怎么升这么慢啊？我拿比较低的武器，我去58了。抽不到同一把吗？这效果都没很好啊，就拿旧的。异世界魔术师啊，异世界魔术师，之后再去看看。什么东西？动漫。动漫。可恶，没挡到。叮。那位六颗艾尔，捕食有什么？不是捕食啊，这个角色有什么推荐的技能？就是武器上面的技能。嗯，那我现在刷枪真的是刷好玩的，只为了等级才刷枪，就不知道刷什么技能比较好。对啊，现在看都是陷阱啊，没有治疗相关的枪吗？我到现在没有刷到过。阿海，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吃补包，有时候加500，有时候加1000啊？哎，哪个？嗯，哪里有？那门旁边有一个陷阱柱是怎样？啊，痛！也太邪恶了吧！他打在门前面呢、欸。眼睛，刚刚突然一个杰克，吓死了！
杰克家里藏女人，又不是是 DC 的声音啊？你们刚刚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就你刚刚在说什么？不太懂。啊！蒂亚尼，我被捡到蒂亚尼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，绝对来不及！你剪给我看，来，消失怎么办？不然怎么办？不见了啦！杰克说等一下再剪的，你们有听到哦？我以为剪得到嘛，可以是可以，你打痛一点啊！我没有那么痛啊，非大佬啊！要休息了，开始狂咳嗽，多休息，多喝水。对，刚刚是酱油的声音。对啊，是酱油。酱油。希特酱油。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频道、哦。嗯。好多工伤哦。那个。好做了。出来了。哇，又拿到碎片了。碎片。龙碎片。碎片。好。好。好好说话哦。可是他那钥匙不到底要怎么用啊？啊，钥匙有什么用？哎、欸，上面东西。一楼的话有那个菱形的锥形的那个箱子。对对对，你往前走，你往前走。开箱，有人在偷打字。等一下啦，好，好，哦，给敌人负面效果的可以考虑。哇，这棒棒好，不要选哦，节操的棒棒。哦，我知道，那超载的烂死了，妈的。有升级可用，嗯，后面有出怪喽，我们快死了哦！啊，吃错包。吃到还没长大的哦，又一个吃还没长大的人哦，就只有你。做了好多、哦。这边有亮亮啊、哦，这边。那我们刚要选那个，我真的是加那个什么地雷伤害的。嗯。